航线断点接力功能。这个功能主要解决的是两个飞机实现接力，或者当飞机没飞完当前机块去飞另一个机块，之后回到当前机块时可以继续从上次断点的位置作业。首先作业一号机块，上传航线作业，返航。 APP 上会有一个 B2 的标志，表示为当前地块的断点。再去之前飞过的一号地块，这时会出现一个继续作业的标志，选择。当飞机内部的航线和 APP 显示的地块航线不符，会发出这个提示。如果想继续当前地块的断点，选择确认，它会自动重新上传航线。直接起飞作业，直接去断点，进行一号地块的断点续飞。好，视频就到这里。